Welcome to Justin， 我是你们的 YY。大家都知道，所有的电子产品一旦电量过低就会自动关机。然而，低电量关机的事情还发生在一个22岁的英国小伙的身上。如果他不每晚给自己充电的话，他就会死。这个英国小伙名叫 Jamie Linskin， 来自伍斯特郡雷迪奇，在出生的时候患上的病毒性脑膜炎引发了扩张性心肌病，使他在经历了3次致命的心脏骤停之后，给自己安装了一个电子心脏。这个电子心脏就像一台泵，能够增强他左侧心脏的微弱跳动，来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。这个电子心脏的动力是由绑在 Jamie 腰上的电池提供，电池有2块，每块能够持续工作大约8小时，并配有一个报警器，一旦出现异状就会发出声响，警示需要救护车送院抢救。对于 Jamie 来说，洗澡是件极其麻烦的事情，必须实现将电池密封在防水袋里，否则心脏没事可能会触电身亡。除此之外， Jamie 想要外出度假也很麻烦，因为这意味着他需要把所有的装备都装进手提箱里，更重要的是去的地方一定不能停电，所以 Jamie 总是避免在家以外的任何地方过夜。希望 Jamie 可以早点适合自己的心脏，但是他却表示移植的想法十分可怕，如果移植心脏不起作用，就连存钱也回不去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希望小哥哥早点恢复健康吧。欢迎走进 Interesting， 好吃好玩有趣逗逼东西我们这里统统都有，没时间解释了，快上车。